你在小狗从那里掉，出来玩还是要掉一下的。我们家小狗都没有掉过。这样的。啊，不用掉，它自己就会出来的。在外面上马路不掉着不安全的。我们家狗不用担心的。都会跟着你是吧？ 他喜欢跟你玩，养过藏獒跟金毛是吧？养过藏獒、金毛。它叫阿拉斯加。对，这个是狗的品种，这是大狗，现在只有2个月大。 这个长大之后比那个哈士奇要大一点。没有小金毛，怎么了？长大了。来来来，看看。为什么要养阿拉斯加呀？为什么要养它？啊，他不拆家。没有，他不拆家的。啊，他很乖的。 我们家狗死拆我鞋子，它在家里就睡觉。我家狗在家里就跟我疯着跑，追着我跑，跑到山坡上去，搂难受了。你知不知道那个那边我们临海后面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唱歌的地方，对吧？啊。原先在装修，然后现在装修好了，对吧？ 然后往里面不是有个拆了的那个车场吗？对吧？嗯。然后上面有山坡，我家狗就在那边自己跑。是临江边上的那个地方是吧？啊，那个地方我知道。你没有把你家的狗牵出来？我家狗不敢出来。不敢出来。我家狗胆子小，要么就是我抱着它出来，要么就是我牵绳子带它出来。现在还是小狗吗？现在还特别小。 差不多一个月大，一个月那很小呀。买的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妈妈只是送给我的，给我当生日礼物用。然后成天到晚睡觉，跟我爸在我爸床上蹭着睡，跟淘气哦，眼睛怪怪的。他也只有2个月大。我家那是1个月。他两个月。他几岁啊？他几岁？ 他只有2个月大呀。<笑>姐姐说我家狗1岁了，不过体型比它小，就腿这么长，就这么短一点。你看它2个月就长得很大了，是吧？我们家狗长得很短呢。它一年之后能长很大很大。有点臭臭的。<笑>好，我刚给它打完针，1星期不能洗。 我们家狗都没打针，要打针的，打疫苗。结果把我手这儿3刀扎进去。天哪，那你要去打针啊？我就啪几下给踹了半死，然后我妈拿电瓶车把它肚子给压着。